超级奶爸。许昕晒一人带俩娃照片，一天三赛算什么？1月29日晚上，国乒奥运冠军许昕晒出了独自带俩娃的照片，并配文，一天三赛算什么？侧面诉苦带娃太累了。作为国乒的领军人物，许昕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肯定是聚少离多，尤其是妻子姚燕两次怀孕以及生产的绝大部分时间里，许昕都没有陪伴身边。在结束了 WTT 澳门冠军赛后，趁着难得的假期，许昕此时正在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。在许昕晒出的照片中，在精心打造的游乐场中，他正搂着女儿细心的照料，儿子卡宝则在一旁骑着心爱的虫子玩具车。在国乒队内，许昕是著名铁人选手，曾多次身兼三项作战，甚至经历过一天五赛的魔鬼赛程。如今许昕直呼带娃比打比赛累太多，终于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容易和劳累。